立法会辩论香港竞争力，同一日就有报告指香港由第一跌至第三。政府话唔单系香港，亚洲其他城市都一样跌。但提出动议嘅林大辉归咎系政府施政受挫，用人不当。拣到叻人，拣到好人，咁就可以帮政府、帮特首作出明智嘅决策。反之，如果揾多啲冇德冇才又中意讲大话嘅人，咁香港整体嘅持续竞争力就必然受挫。